好，外卖去啊！你给我扛回去，店里面没菜了，我去买点菜。好，这菜怎么卖呢？6块，就这破菜还6块，来3块钱，不都要了啊？我卖你才便宜了，5块不卖。5块钱啊！来，要还吗？我没有收银，那不能给小钱。现在谁还用现金啊？不买了，不要了。老太太，天太冷了。 你快回家吧，这些菜我都要了，不要让那个老北天，这是菜你吃不了。等我少买点儿。来，老太太拿着，走了。老太太，天太冷了，多穿点儿。我给你一起卖，谢谢。来来来，看一看。 新鲜蔬菜都是自己家的。来，老太太，快拿着。天太冷了，赶紧回家吧。那孩子，你拿着。不要，你快回家吧，快回家吧，天太冷了。慢点儿。嫂子，这菜。 这个菜拿回大排档，今天嫂子请你们搓一顿，以后买菜到这里来买，都记嫂子账上。好。